大家收到今晚的《信不信原理》第一集，为什么杨少雄是一个电视剧的监制，又会做一个这样的节目呢？我觉得玄学就很奇怪的，很多令到人不可思议 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么多人去看风水呢？为什么这么多人每一年的年尾都会研究十二生肖，出年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大家都很想知道的，所以我就做这个节目给大家看，因为都很想去看看我们明年究竟发生什么事。而我邀请这位嘉宾呢，他是叫做陈其光师傅。陈其光是谁啊？听听他说。上次呢不是两个徒弟走来请教李子迷津的。哎呀，真的你真的厉害到不得了。他们现在发展得不错。翻去河南嗰啲啊，因為佢哋兩個都咁，佢咧就打下嚟俾我。你如果見到陳師傅咧，你同我多謝佢啊。佢以後再嚟呢邊嘅時候咧，就一定嚟大講。多謝，因為佢咧本身咧，佢哋自己都努力，同埋最主要個運個方向咧，適合佢嘅話，入邊嚟講呢幾年發展咧，應該係越做越好嘅，希望。仲有啊，上次我咪問下你啊，嗰輪咧就啲運行好好，你又叫我盡量喺南邊發展係嘛？啊，果然真係我多咗好多氣魄，好多廣告啊！我連而家連嗰個抖音直播都有啊！唉，所以真係感激感激感激。小事唔好客氣，因為咧根據你嗰、那個咧每個人個命格入邊個流年個運咧，其實除咗大運之外，本身先知個命格之外咧，流年個運嗰個趨勢個方向都好重要。根據流年，根據你個命格入邊個方向入邊咧，係往南方發展入邊嚟講，因為嗰個係你個財，而且你食得起個財咁，所以咧特別旺啲嘅。係啊，針對性。係、真係厲害厲害。嗱，依陽咧喺電影電視圈咧都好多年啦，咁佢而家就去咗移居咗去加拿大啦，就好多年噶啦。咁佢都拍條片翻嚟咧，就講一講阿陳師傅究竟佢係咩料？點解我要揾阿陳師傅嚟同大家傾偈咧？稍等一陣間，陳師傅即將出現。我認識陳其光師傅啊，差唔多二十年。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佢就問我電話號碼，然後佢就話俾我知。我家庭、事业、健康同埋运程等等，所以我只可以用两个字嚟形容，就系、是、神奇。嗱，而家坐喺我身边咧，就系陈其光师傅啦。陈师傅你好，尚哥你好，好耐冇见。喂，好多谢即系你咧，就去开个咁嘅节目。去讲解一下究竟咩叫玄学啊、命理啊？咁究竟玄学啊？是不是一個道人迷信的一件事呢？其實呢就在以前呢很多人不理解的時候入面來講呢就覺得是玄學是道人迷信啦，而且以前在西方入面來講覺得這些是心理學啊、對後入座啊這樣，只是懂去問完之後入面套一些話出來一種心理學啊，其實就不是的。因為為什麼呢？就是玄學呢其實呢是在我個人的睇法是超科學的，因為點解咧？變咁現今很多科學上面嚟講咧，其實科學咧其實都不斷咁去推翻嘅，即係話喺當下入邊咧，邏輯性呢樣嘢形成呢樣嘢，但係如果未人推翻，冇人推翻佢呢個理論嘅時候，咁佢咪繼續存在咯。好啦，下一次推翻嘅時候，咁佢科學定唔科學咧？咁但係術數玄學入邊嚟講，咁多千年歷史入邊嚟講咧，是不斷咁存在，咁證明咧佢經得起時間考驗嘅嘢入邊嚟講咧，佢就係一個咧哲學，亦都係一個咧就經得起時間考驗嘅一個理論入邊嘅。好啦，
啲迷之迷信就話你唔理解嗰樣嘢嘅時候咧，人哋話拜嚿石頭咧就可以發達嘅，咁你咪去拜咯。咁呢個咧就係你唔經思考同埋咧，你唔知道咩原因入邊人運直運咧，呢啲先叫做迷信。好啦，正信係咩？即係話你了解咗呢樣嘢入邊就話，咦點解呢樣嘢嘅存在？點解呢樣嘢可以幫到你？咁但係佢要有個數據噶嘛，即係等於好簡單咁天氣報告預測下一個禮拜嘅天氣入邊咁。大部分準咧，咁有時都會差啲嘅咁。其實好多時都唔準。係咯，咁佢係咪迷信咧？咁樣好啦，因為術數咧，亦都係一種預測學嚟嘅。咁佢個預測學咧，而且就好廣泛添啦。咁其實亦都有好多師傅入邊一樣可以測變咁。輕日嘅天氣啊，係咪晴朗嘅天氣？其實古代都有噶，一樣可以測嘅。咁其實咧，佢係一個數據。第二者佢個數據入邊嚟講咧，就係經得起考驗。去到而家入邊咧，不斷咧都有人去用嘅。而且很多著名的變出名的變有錢佬啊、富豪啊，其實他哋身邊都有軍師嘅，咁佢哋都唔係傻噶嘛。咁佢點解要信呢樣嘢咧？就是因為他哋自己咧，亦都有研究呢樣嘢，同埋知道呢樣嘢入邊嚟講係對佢個重要性，咁佢先相信噶嘛。因為真係可以幫到佢，又真係可以幫到佢。因為一個道理好簡單，就話每個人都想改變命運，咁其實。很多人透過片五上不同的堂，其實現在世界性的片五中國大陸啊、香港啊，都很多那些堂去上勵志的堂啊，或者成功學啊各方面。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喺呢一個玄學裏邊，係咪真的可以改變命運先？可以。即係人，即係我哋所講嘅就話，一個人的命咧，就個天已經注定㗎啦。咁會唔會係同個天命會去有違背的意思呢？其實係咁嘅。因為首先咧就話想改變命運，首先命運呢個字眼就係話咧，你想改變命運，你必須要知道你自己嘅命運。如果你唔了解你個命運嘅話，點去改變？即係等於好簡單，你去中醫睇中醫睇醫生，咁啊醫生咧就把脈，就話俾你聽，咦你係咩問題，引起啲咩問題，點解會出現呢樣嘢？由於你個生活習慣咧，你個體內入邊嚟講變脾虛啦、胃寒啦，咁起碼即係話對。知道你的情況之下咧，先能夠對症下藥咧，先能夠改變你的身體。命運一樣，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先天的命，咁你點樣改變命運啫？咁有啲人入邊嚟講，可能會上很多不同的堂啦，譬如好多嗰啲勵志嘅堂啦、正能量的堂啦，或者係生意的堂啦、財商的堂啦咁。但你發覺咧係好多人上的，但成功入邊嚟講咧，可能咧就係譬如十萬人上過堂，可能成功，可能或者有幾十個咁啊，標榜嗰幾十個嗱，曾經上過呢個堂咧就點點點點生意升咗幾倍啦咁。其實實質就係因為佢本身上堂咧唔係冇用，係有用嘅。但係最重要你所學嘅嘢入邊嚟講，係本身你自己唔通咗之後入邊咧，你去實踐入邊咧，喺你個事業上邊用咧，你就會有效果。命運入邊嚟講就唔同啦，命運入邊係針對性嘅，針對性譬如好簡單。你呢個命格出世嘅時候入邊嚟講，你係一個咧就普通打工嘅命嘅，係你個能量入邊唔夠去做生意，係駕馭唔到嘅。好啦，咁但係你後天入邊嚟講，可能透過上堂入邊嚟講咧，有啲堂咧就會上堂之後咧就話咧，我哋打工冇用嘅，我哋要出嚟創業，點樣創造人生個價值？咁道理上邊係啱噶嘛？好啦，但係個個咁做係咪個個成功咧？唔係。因為你呢個格局個能量唔匹配嘅話咧，始終你都係做唔到。係咯，咁咪個個都走去讀呢一個改變命運唔使翻工啦。係㗎，如果個個嗱又問一個道理入邊，如果個個都話咧創造價值做生意入邊，咁呢個世界上邊有人打工啊？咁即係話你老闆都唔係叫老闆㗎咯，係嘛？咁所以咧呢個世界上入邊講嚟講去，你諗下兜翻轉頭入邊，咦？又確實真係命運嘅存在，即係佢大方向話俾你聽。好啦，大方向話俾你聽，入邊咧就知道你呢個命格入邊嚟講咧，你唔係做生意個命。如果假設有啲人做生意個命，佢賣借都做老細嘅，佢打工幾個月入邊儲埋錢就推架車仔追，因為點解咧？呢個係個思想方向個特性。好啦，如果你個命格入邊你個特性係咁嘅話，入邊嚟講你就根據你個特性嘅方向去行咧，咁你就唔會俾人咁容易俾人影響走彎路。因為點解咧？嗱，我哋又唔能夠唔學習。因為我哋要學習要認知，但係認知又可以係有問題。但如果我唔認知咧，又好矛盾咯。如果我唔學習，咁唔學咁多嘢，咁我唔成長又唔 OK 喎。好啦，但如果當我去認知喺唔同嘅地方入邊，咁學習咗好多嘢，或者係唔同嘅圈子入邊，但係令到我哋嘅思想好亂嘅。因為可能今年入邊我接咗呢班朋友呢個圈子入邊，令到我個思想又轉變咗喎。跟住之後咧，下一次接觸呢邊咧，我又轉變，咁我就轉嚟轉去。
但係到底唔知道自己係乜嘢係適合自己。但係你先呢個命格入邊話俾你聽，你個性格特性，你個運話俾你聽，你係適合啲乜嘢，你就根據嗰個方向入邊去點樣去做得最好。即係好簡單，你個方向就話你係要用口演繹嘅，用口嘅事業嘅。咁你用口嘅事業入邊嚟講，講師好多種噶嘛，或者係我哋呢行啦，咁唱歌啦、表演啦，都係噶嘛。好啦，既然你個命格入邊係適合呢樣嘢嘅話，入邊咧，你問翻你自己。在一切用口職業入邊咁多種入邊嚟講，你最中意邊樣？咁你咪喺嗰樣入邊用心機去學習、去訓練、去令到自己喺嗰方面嗰個領域入邊咪做到最好咪 OK 咯？咁唔使兜彎路咯。如果你唔知嘅時候，入邊人哋話呢樣好，你又做一輪，跟住呢樣好又做一輪，跟住之後咧就兜咗好多彎。所以咧就你了解咗你個先天嘅命格入邊咧，你就唔會行咁多冤枉路。呢個咧就係命格，但必須要了解咗自己先天命格空，同去中醫測病一樣，即係話中醫都係講五行嘅，即係話知道你個身體咩問題，你點樣去調理，後天可以改變。冇理由一出世嘅時候入邊嚟講肥嘟嘟，咁後天可唔可以提升自己嘅高度同埋瘦身都可以噶嘛？咁變咗先天又瘦又奀嘅，咁後天可唔可以咧令到你？肌肉啊，或者係睇增磅啊，各方面得唔得？後天一樣可以，你調理咗咪得咯，改變咪得咯。即係話一切嘅嘢先天係咁樣嘅，但後天不斷咁變化噶嘛。你睇下呢個世界上邊嚟講，如果你話一切嘅嘢一切皆是命，半點不由人嘅話入邊咧，咁其實一切嘅嘢都改變唔到噶。咁咪翻翻以前耕田咪得咯，高樓大廈科技喺邊度嚟嘅？都係人創造噶嘛。所以咧就話人一定係有目標有方向，呢個係基本嘅。只不過基於在你命運入邊嚟講咧，就話你個特長喺邊度，根據你個方向去行。因為每個人入邊咧個天分唔一樣噶嘛，冇理由個個做同一樣嘅嘢噶嘛。好啦，而家科技咁犀利，咁冇理由個個做科技噶嘛。網絡犀利咪個個做咪同一樣嘢咯，係冇可能噶嘛。一定係要揾翻自己個特性，咁先能夠會容易成功。咁即係通常咧，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咪會係好迷茫先去揾啲？揾啲術數師去解決自己嘅問題，因為係咪真係可以個個都可以幫到咧？啊，譬如話，我覺得，咦，我呢幾年都好似唔係好順喎，咁就會去揾啲師傅去解決佢嘅問題啦。咁係咪一定掂嘅先？嗱，其實咧，你問嘅呢個問題咧就非常好，即係等於好簡單啦。跟住好多人咧有病嘅喎，有病咧，咁佢睇醫生冇錯噶嘛。咁係咪所有醫生咧都醫到病人咧？如果假設你要答呢個問題，你又點答咧？係咪一定係醫到病人咧？嗱，其實呢個問題係咁，即係話你有病去睇醫生，但喺醫生個領域入邊嚟講，佢盡力去醫，係佢個範疇入邊，但係唔係所有個病人都醫到。嗱，點解咧？第一入邊嚟講，譬如舉例中醫咁啦嚇，或者西醫又好，中醫又好。好啦，你食藥調理，跟住之後叫你生活入邊嚟講要去改善，平時要將之前有啲嘢入邊去改變咗，咁你有冇做足咧？未必做足噶嘛。咁如果做足嗰啲咪改變到咯，做唔足嗰啲咪改變唔到啦。好啦，喺我哋片五假設去睇命個命理入邊，知道你個命個特性，教你點去做。但係要根據嗰個方向去做咧，一定係有效果。但係有一個問題喺度啦，好多人咧就係咁嘅，就諗住咧揾師傅入邊咧睇完風水入邊咧就好似要發達啦咁，因為呢個咧係佢期望過高，期望過高。譬如咁舉個例 ，A 君。找我看風水，咁啱睇完風水入邊咧，就真係中咗六合彩，咁啲例子真係有嘅。咁係佢本身個命格入邊有呢、這個喺時空入邊咁啱流年入邊有，咁佢咪有咁嘅機會咯。好啦，咁 B 君就識得 A 君嘅，跟住咧，咦佢就會有個期望，哇咁靈強啊，咁啊又揾你睇風水又中下六合彩先，咁佢就唔中啦，冇可能個個中噶嘛，係咪？風水入邊嚟講咧，就話咧分開兩個渠道，一個命運先了解命運先。你冇咗你唔了解你個命運入邊風水，即係排第二嘅啫，之後嘅嘢嚟嘅。即係知道你個命格個特性入邊行嗰啲咩運，行嗰啲咩運唔好運嘅時候入邊啦，你發覺喺流年上邊咧唔好運入邊咧，紅家宅入邊咧一定係對應嘅。好啦，我哋就檢測，即係等於醫生睇病咁樣。好啦，睇你把脈，睇你個身體啊各方面入邊，咦有啲咩問題入邊嚟講咧？一定係咧推翻咧你個五座六府邊個位置有問題先產生呢樣嘢噶嘛？好啦。咁就牽涉到咧睇風水啦。好啦，睇風水入邊，你個家宅入邊嚟講，而呢個問題入邊嚟講咧，咪幫你去轉化能量咯，佈局啊，去改變咯。好啦，但改變入邊唔係個個中六合彩發達嘅，即係話將你如果個運入邊個趨勢太弱嘅時候入邊嚟講，唔好俾佢繼續弱落去。
但當你的運勢轉化的時候咧，佢就會慢慢慢慢慢慢上升。嗯，就唔係個個一樣嘅。譬如有啲人會問就話：咦，咁你幫個老細睇完之後，哇，佢個生意額砰砰聲上喎咁。因為佢個趨勢入邊係行緊運，個趨勢強緊嘅時候咧，你扶扶佢咪快咯。但當你跌緊落嚟嘅時候咧，我就唔俾你跌入邊托住，但你都要借力咧慢慢掹翻上去。嗯、所以咧就係風水咧，亦都係一個咧深層次嘅邏輯學，佢唔係迷信嘅。嗯，佢係地理環境個磁場學，本來佢就存在嘅，只不過就話你好似醫生一樣咧，將佢調教翻適合佢個頻道，即係等於好簡單。即係傳統嘅風水就係講我財位喺邊度啊，桃花位喺邊度啊，即係話你將呢樣嘢去顯象，去提升，去輔助翻佢，跟住咧就教佢點做，即係好簡單。你冇桃花喺你屋企佈咗個桃花局，但你日日匿埋屋企又唔上網又唔見人，你估有冇桃花？冇理由啲桃花嗰啲有個男仔爬窗上嚟揾你噶嘛？咁呢個係冇可能。即係話你所做嘅嘢入邊咧，你個行為各方面嘅嘢同佢對應翻先。即係話你要正常咁去交往啊，譬如同啲朋友一齊聚會啊、食飯啊，或者去卡拉 OK 唱歌啊。咁當你做完呢樣嘢之後，入邊咧發覺咧同之前有所分別啊，結個緣個頻道唔一樣啊。個磁場改變之後咧，咁跟住會有啲男仔或者有啲女仔主動傾偈，咦你做姓韓㗎咁樣，跟住慢慢咧結個緣入邊咧係會有所分別，就唔能夠就話咧做完之後入邊嚟講咧佢自動自覺咧就嚟揾我，我鎖埋屋企佢都嚟揾我，就唔係咁神化嘅、因為點解咧？風水術數入邊本來佢係一個數據係真係邏輯嘅嘢入邊。佢就唔係迷嘅，就唔好講到咧，就總之擺完就個個都發達嘅。咁呢個世界上入邊咪個個都富豪咯，擺完係咯，係嘛？又唔合邏輯嘅，係將你現有嘅嘢入邊去提升，咁已經係其實已經係好咁好理氣喎。嗱，譬如話舉例係咪每一個人即係嘅屋企，譬如話我屋企無論你兩百尺又好，兩千尺又好。那個所謂你話啲咩桃花位啊、財位啊，都係定已經定咗嘅咧。其實咧就桃花位入邊嚟講咧，除咗流年嘅桃花位啦，咁同埋本身你個坐向個星嘅格局嘅桃花位，係每一個人唔同，係按照嗰個人嗰個命格啊，定係按照你個其實咧，要睇風水入邊咧，要針對性入邊咧，以個人個命格為準，因為點解咧？以流年入邊係大方向噶啦。流年入邊嚟講，嗰粒桃花想去到邊度，咁全世界一樣嘅啦。咁嗰個咧就叫做大方向、大維性，即係等於你食維他命。咁啊，總之你食維他命 C 咧就提升免疫系統嘅咁樣，咁啊預防感冒嘅咁大方向啦。但係有啲食咗之後入邊嚟講，可能效果爭啲。咁啊有啲食咗就非常好，每個人個體質唔同啊嘛。咁嗰個咧就大方向，但係一定係要針對嘅。針對性就係做風水都係嘅。你同一間屋入邊佢住咗好，可能第二個住咗走佬嘅。是不是真的其實咁神奇咧？就好似咁樣嗱，我哋呢個地方有張咁嘅台，有盆咁嘅花，咁我擺盆咁嘅花喺度，譬如話擺喺呢邊，係咪又會唔同嘅運氣，或者擺過啲又會唔同運氣嘅咧？首先啊，咁啊呢個咧就變咗就即係會過分咗少少啦，因為點解咧就話咧？當我哋咧任何其實風水磁場啊、環境學啊各方面互相配合，佢係一個立體性去睇一樣嘢。我哋唔能夠咧就單向就睇呢樣嘢，就擺左啲爭啲，唔係係喺我哋呢個立體入邊嗱。呢個就算係呢個環境入邊，你都係一個風水嘅。即係風水嘅意思就話，你去設計一間屋嘅風水入邊，起碼入到去個環境入邊，你覺得舒服咗先，即係睇落去哇，好開心、好開陽、好舒服先，就唔係話擺到累累聚聚嘅。即係你去立體去睇呢樣嘢入邊嚟講，咁個配搭 O 唔 O K 先？如果你夾硬去做入邊嚟講咧，咁其實咧就唔合乎理想嘅。咁嗰個咧就係偏離咗少少，即係夾硬咧就係加多咗啲嘢，即係等於好似著衫咁樣簡潔咧，成個好健康運動型咁好睇嘅。咁但係如果我又整條頸巾咁，我又戴個手套咁 O 唔 O K 咧，就 O K 嘅，不過好唔好睇啫嘛。其實風水咧就講求咧就係話咧，佢嗰個針對性。如果呢棵花，佢想顯象顯啲乜嘢？如果假設呢棵花係想增加個生氣啊、桃花啊、人緣嘅話，入邊嚟講咧，咁喺間屋整體入邊咧，去揾翻嗰個桃花人緣位入邊咧，去將佢顯象同嗰樣嘢對應翻嗰個磁場，咁佢咪接收到會產生個磁場個效應咯。如果你擺喺唔同嘅位入邊嚟講咧，咁佢咪只能夠裝飾，但係佢又做唔到嗰個磁場個效應，因為個頻率唔對啊嘛。咁條線大家都唔啱，你擺到咪就擺到都冇嘢嘅，就一件物件啫嘛。但係當你打通咗嘅時候先有用噶嘛。即係等於你一個電視機擺到咪就一個電視機咯，係嘛？但係個電視機你要開撳咗個掣，
睇動咗嘅時候咧，咁佢有熒幕先有得睇噶。如果唔係，佢只係一個嘢擺咗喺度，佢個名叫電視機啫嘛。就算我哋擺任何嘅嘢都係風水嘅。風水咧有分收藏啦、顯像啦，即係收藏嘅意思就話唔係樣樣嘢都擺出嚟嘅。顯像咧就將一個像顯出嚟，即係譬如有啲人睇風水入邊咧，其實我建議睇風水咧最好就係喺未裝，譬如買咗樓啦，喺未裝修之前睇係最好嘅。嗯，呢、這個當然啦，係啦，比較好啲，因為要先天嘅格局入邊咧係會容易去調校、去設計、針對佢自己個名，咁、就好啲。咁後天咧就話佢裝修完之後咧就叫顯像啊、佈局啊咁樣。我想即係好多朋友咧都好關心，即係究竟點樣去提升我哋嘅運氣，或者係流年我哋住喺香港嘅香港嘅運又如何咧？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呢個地方嘅經濟啊嘅命脈啊？或者好似我住喺泰國嘅，泰國又如何咧？咁又好似喺之前大家都好崇拜有一個印度嘅神童，佢講嘅嘢，咦？點解佢咁犀利嘅？咁係咪每一個師傅佢係各家各法點樣去研究？因為每一年咧，一到年尾咧，哇！每一個玄學師傅都出本書。咁但係有時有啲嘢有少少又同有好多又唔同。究竟佢哋係點樣去研究出嚟嘅咧？嗱，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講。